都完选一选。啊，鸡蛋和火锅我都要。老爸又想套路老妈。吃饭了，来了。哎呀，还是吃大的吃小的。今天吃小的。吃大的。小的里面有好吃的。吃大的，不用吃大的。丁安海，谁赢谁说算。行。嗨。啊。哎。小的。你咋有鸡蛋呢？啊，我自个儿煮的。老爸还在这高兴呢，一会有他后悔的。五个鸡蛋都吃了，一点也没留给我和妈。汤辣辣的啊。当然了，它牛油锅底儿的，当然辣了。妈，咱不吃它那个，咱吃咱这个。等会儿，等它吃完了你再吃啊。还好我反应快，差一点就被老爸发现了。我有点饿呀。你饿呀？饿没事，我这买这老些呢。我这么多呀？这不挺贵呀？不贵，像他这盒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，今天在咱们这啊，7盒只要39.9块，合这一盒呀只要5.7块。这个呀是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啊自带蔬菜包和川粉包。吃完之后呢，你也不用刷锅了，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方便啊！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等会儿我给你拆一盒。妈，看爸这也吃完了，咱别拆了。吃这个。哎呀，妈，吃吃的，儿子吃火锅吧。还你妈对我好啊？你白扯的呀！先来一串。这串怎么是空的？这啥也没有啊！哎呀，完了，全都是空的，啥也没有啊！给你吃吧，我吃火锅，给你。那都这样呢？让他吃空气去吧，吃火锅吧，你吃呢。刚才还说妈对你好呢，现在又来抢我的火锅吃。这汤辣辣的哈。那可不呗，它是正宗重庆火锅，你全牛油锅底的。那么多呗，咱俩一起吃得了。我还不会吃，你吃这个。一天天就知道欺负我。这土豆碎碎的，挺好。这川粉也老好吃了，哎呀，红薯粉的，哎呀，口口弹弹的。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款正宗的啊、重庆自热火锅，它是纯牛油锅底的，每一份啊都自带一个川粉包和一个蔬菜包。现在在外面买这样一份啊，至少要15到20块钱吧。今天啊，我直接给你发2盒。你这样，我再给你加2盒。这样。我再给你加3盒，整整7盒啊，到手只要39.9块，一盒才合5.7块，真的是巨划算啊！你吃完之后，哎，也不用洗锅了，也不用刷碗了，特别的方便啊！东西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吃的可以多囤几袋。你咋吃火锅？我给你整那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呢？吃啥呢？里头啥也没有。没事，你看啊，好吃的。呀，走你！老头子，你的，哎呀，都给我了。妈妈，我吃啥呀？
你这不有面吗？方便面。可是这个你就不能等着，我去给你上道硬菜。硬菜啊？都给你，我等我硬菜吃。哎呀，你妈那出门啊？那有啥硬菜呀？哎呀。等你爸吃完你再吃。行，这么大个儿，那有啥硬菜？闻见肉味儿了。家人们，这个鸡肉可太好吃了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鸡肉你看啊，每个个头都很大啊，去骨留筋，吃起来 Q 弹弹的啊，非常好吃。而且他家都是现做现发，我跟你讲，干净卫生。你看一下，到手是这样的两斤装，我拆给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整整两斤这么大一包，吃起来老爽了。尤其是现在夏天，你放在冰箱里，你在外面嘛买这么大一包，也至少七八十块钱。现在厂家有活动，49.9直接给你发两斤哦。东西给你放在下面两个车了，喜欢的可以多囤两单。太香了，吃饱了？饱了。哎呀，是我的硬菜。哎，我怎么了？今天儿子爸吃好吃的，儿子你吃火锅吧。啊？还是你妈对我好吧？哎呀，先来一串。这串怎么是空的啊？那啥呀？你别瞎硬拧啊！完了，全都是空的。给你吧，给你吧，我吃火锅。你咋能这样？哎呀，吃火锅，让他吃空气去吧，我来吃自热火锅。刚才还说妈对你好呢，现在又来抢我的火锅吃。哼，这汤还辣辣的。那肯定的呀，这正宗牛油锅底的当然辣了。这么多咱俩一起吃呗。我还不够吃呢。一天天就知道欺负我。来，你吃你的，吃你的，吃你的。老味脆脆的啊，肯定的，那土豆也脆。这粉儿，哎，口口弹弹的，好吃吧？这正宗红薯粉的，给我尝。真不想搭理他，这川粉也太香了。真香！哎呀，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。它是纯牛油锅底的，
每一份啊都自带一份川味包和一个蔬菜包，你在外面买这一份至少要15到20块钱，对吧？今天我直接给你发两盒，这样，嗯，再加两盒啊，这样，再加三盒，直接7盒啊，到手39.9块，一盒啊才合5.7块，真的是巨划算啊！你吃完之后，哎，你也不用刷锅了，你也不用洗碗了，东西啊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的可以多囤几袋。你咋吃火锅了呢？我给你那好吃的咋不吃呢？那啥都没有，我吃啥呀？儿子，嗯，你看，啊，嗯。